小朋友们的舞蹈表演把欢笑带给现场的来宾。慈济志工林彩虹分享整理回收务实的心态，想让更多人一同投入环保爱地球的行列。很多人说，哎，环保都其实很脏啊，其实那是心态的问题，脏是人制造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净化，我们来帮忙净化。志工的善行也感动了初入国中的校长，希望说以他们为典范，然后多做一些善事，多说一些好话，然后服务社会。除了落实环保回收，茹素也是净化大地的好方法。要开始吃的时候很难，真的很难，就是你长期吃荤食的时候，一下子改变你的生活习惯，真的很不习惯，一度会想放弃。但是我告诉自己说，我要坚持，我要吃素。大家都要吃素，然后尽量让地球不要这么快的软化，然后就是请大家就是多爱护这个地球，然后灾难才可以少一点。岁末祝福的分享与感动，参与者点亮心灯，期许自己未来也能用爱铺路，净化大地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林素月、陈信安，台东报道。